啊，咱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哎，睡有好无？无解老师，我来百几届啊，我拢睡无好。啊，恁睡会好，安尼算恁较幸福吼。睡无好，第一届来遮睡无好，应该算正常哈。啊，我过坡拢睡袂好，包括我去美国吼，迄个咱秘书长台民政府派去美国。哦，两届吼，哦，迄个时差足严重，我拢转来调到一个月才调会转来拢头壳戆戆。嘿，那么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啦，吼。我要请问，这几年咱台湾人生活愈来愈歹，薪水无起无涨，搁倒退差不多15档，吼，啊，物资一直起价。啊，马英九拢讲油电双涨吼，讲管住就好啊。哦，啊，伊油电起无大劲，压输也起。啊，然后叫咱的民间遮卖小吃的吼，也是卖物件，讲袂使起。啊，干那政府会使起价吼，油电压输拢政府控制，结果因拢咧起。啊，叫咱老百姓卖物件袂使起。啊，等于拢咧照顾因遐公教人员，对不？吼，所以这几年啊，咱活了足郁卒的，对不？啊，这郁卒原来有原因咩？吼，我来讲一个故事，就讲，伫美国，因咧开这个国际外科这个医学的研讨会，啊，那么下晡时啊咧啉下午茶的时间，吼，啊，三个医师就伫咧走廊咧开讲，一个日本的，吼。一个美国的，一个咱台湾去的。啊，日本这就臭屁讲，阮十年前，阮的显微手术就足厉害啊。因为阮有一个5岁囡仔吼，胃液才拔了，哎呦，火车交过手，两只手枕头交甲脆，阮用显微手术甲接好势。十年后，伊去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冠军，哦，安尼真正接了足好个吼。啊，即往美国这就起来差不多，嗯。咱阮十年前吼、哦，有一个10岁囡仔车祸，弄一个吼，脚爱甲截肢，然后阮用鸵鸟的脚甲移植过，嘿，人十年后吼、哦、去参加奥运比赛，招标嘛得冠军嘞。啊！即问个在咧等看，台湾这里变哪肥？台湾迄落来看，顶十年前，阮20年前吼，阮有一个40岁中年人，同款车，头壳弄一个破的，脑汁拢喷出来。阮用底下脑甲移植里面，即马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讲到我家己安尼个要砸掉，啊！这就是咱今仔台湾人遮痛苦原因就是安尼，啊！所以迄689万票吼，有去投予伊吼，迄票伫顶房内拢无紧，嘿，好，好啊，啊，好，啊！咱开始来上课啊！我就是今日困无好，要爱困啊，讲者要恁笑者，精神开来哈。那么，咱讲到讲，咱是安怎爱去甲日本天皇去甲接收？迄正讲咱的元首啦，咱将来最终效忠的，就是加这个啦。好、哦，咱真暂时因为迄种军事占领，咱暂时效忠美国。好、哦，美国军政府叫咱做啥，好、哦，咱来听伊的。好、哦，啊，日本吼。放弃台湾的管辖治理权，就是暂时即马是美国人委托伊个人来咧甲咱管，啊，所以咱来听美国个吼。好，那么将来流亡的这个中华民国将来要安怎？好，你注意看哈，因即马伊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哦，拢要裁撤，干那留存指挥部呢？啊，目前个221万5的这个军力吼，兵力吼。上尾啊，要增加存超12万，啊，这个12万多，差不多日本自卫队
这个人数哈，将来咱台湾免有军队，被占领的所在，嘛免去替占领军做兵。你看美军1945年是为你要甲琉球占领，敢有叫琉球的日本人、日本的琉球人来做美军？无呢？啊，那么现在台湾人向美国委托蒋介石来甲咱占领，啊，咱抓着爱过去替伊做兵。啊，咱跟中国是敌对国呢，当时是因咧讲因咧抗战的吼，抗日战争呢，咱跟伊是也强咧相拍的呢。好，所以这逻辑未通。好，包括2003年美军去占领伊拉克，美国嘛无叫伊拉克的人来做兵，来做美军。好，所以这逻辑错误了哈。OK， 好，那么将来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了。中华民国流亡的政府的军公告人员爱撤退去金门、马祖，啊，甲福建的平潭岛。好，你看，福建的平潭岛，伊这个海峡号哈，平潭到大中港的这个航线首航，伫这个2000多年哈，这个这只船哈，同款，伫2013年哦，去年的10月7日。平潭到台北港，八里哈，八里就台北港首航，伊这个航程2点半点钟的哈，这港机才准了哈。那么伊这个一定载760个人员，240台小型的轿车哈。伊预计是讲，那去年的运量一定达到180,000人次，而且因为这个联合报系也家己报讲，台北港虽然较慢开通。但是将来运量会比大中港佫较大，什么原因？就是台北管区拢中国人较侪，迄阵伊岛人来为家人港起来较侪吼。啊，迄阵呢，中国的这个主要的一挂行政部门吼，行政院啦吼，其他的部会拢差不多台北管区较侪，啊，所以将来因要撤退为台北港撤退的人一定会较侪吼。这个足大的问题，是安怎讲？美国讲台湾独立代表战争。以前咱也无了解，讲哦，台湾独立阿强也要甲咱拍，所以会战争。结果唔是哦，咱注意看卖哈。这个是美国的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哈，那么伊讲的哈，伊伫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内底明确表示，予我清楚讲吼，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哦，这做一个美国副国务卿吼，以及美国的主要的官员，这样率直甲台独谈战争紧密挂钩，这过去足罕见吼。那么，伊讲这是因为，予我搁甲话讲较清楚咧，独立。代表战争，即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即四大军种来打台湾。哦，美国出动陆海空战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就是全员出动啊！是美国要甲咱打呢？什么原因？就是我昨日讲的，即、这个战争在台湾的平和的战争在压未行。暂时底下伫美国手里，就敢讲，咱去甲银行借钱，一块土地去甲银行借钱，所有权拢底下伫银行的手里。啊，你无，你若讲要把这块土地要卖啦吼，就讲要独立出去，意思就是要卖。你要卖会使啊，你要先甲钱先给银行，吼，甲你原体抵押的设定，吼，甲取消。安尼你唔敢有资格来卖这块土地，啊无你就等于讲一地买两卖啊，你也提伊个家银行底啊，啊佫甲这块土地佫卖予别人，对不对？啊，这就违反啊，吼、哦！啊，所以美国讲，吼、哦，恁台湾人若要台湾独立，无经过我同意，无甲战争在形成，我当然起兵要来甲你拍，吼、哦。好，啊是安怎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啊！你美国
号称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啊，恁家己哪咧选举，无论咧选州长，吼，还是选其他的，吼，迄个参众议院的议员，内底拢定夹一挂恁的民生议题咧办公道，那阮台湾人袂使办公道，吼，啊，这当然有理由啦，吼，就是讲，咱哪来个2008年谢长廷。坎马英九选流亡总统，啊，2012年小英咧坎马英九选总统，啊，这等于拢是一个独派，一个是统派，啊，咱甲当作统独公投，是毋是咱输？谢长廷迄个咱输200万票，吼，啊，那么小英气势遐好，吼，三只小猪安尼，迄阵声势加甲一片的风云。按算讲会赢，结果嘛要输80万票，对不？什么原因咱会输？占85%的本土台湾人，竟然会选输无到15%的中国人的马英九。啊，这咱来检讨，咱是安怎输去？就是我讲68年来，咱拢许国民党愚民教育，甲咱教讲，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所以2300万，你甲讲300万是中国人，剩的2000万是咱本土台湾人。但是，伊用教育的方式，甲这2000万人的其中1000万人，甲你家家拢总去变作我中国人呀，变作中国心呀，认同中国。所以投票投出来，咱85%本土台湾人输，吼，就这个原因。美国当然这个原因。所以，伊足惊讲你用公投来统独公投，安尼，你看连续这两间，咱也拢输。全世界咧认为讲，啊，恁台湾人欢喜要阿强阿管嘛，你唔该选一个统派卖研究。啊，那安尼经营就足吃力啦，吼。每日安保条的，嘛爱准备，嘛爱尊，算尊重恁台湾人的选择，啊，恁都要阿强阿管。哦，啊，解放军来礼拜，美军要出兵，怕师出无名啊！你家己选择个啊，吼、哦，所以做这做危险哈。啊，过来，是安那美国要叫咱台湾民政府爱训练4000名，啊，甲爱发41万份的台湾政府身份证。这个就是4000名，这张秘书长讲。那么41万份台湾政府身份证，这上重要就是讲。美国都开始就叫咱爱通过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哈，依法来发台湾政府的身份证，甲台湾人、甲中国人区分得清楚。啊，这41万份的这些拿大声来申请的这些人，嘛就等于以后咱的种子同款。你若有提着身份证，好，你去讲推广，摕一张新的讲啊。咱本土台湾人都要摕一张，较代表咱是台湾人，毋是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迄张，吼。啊，这就是做成一个教育的方式，吼，变大家这41万的人，等于拢会当当作种子教官，出去传播咱本土台湾人、台湾政府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法理的论述，哈。好，那么咱来看讲。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有啥物迹象？因为你若讲讲美国占领台，美军占领台湾，真侪人讲哪有啊？我拢无看到美军啊，没有啊。哦，啊，你会当为遮一挂法律的文件，啊，甲一挂迹象，哦，来看。第一个就是麦克阿瑟，1945年9月7日，伫日本的东京湾展馆迄只船啊，密苏里舰展馆所。签发的这个第一号命令，这个是迄阵美国经过美国参席啊参谋联席会议拟定了。在1945年8月10日，由迄个时阵的杜鲁门总统授核准了授权吼麦克阿瑟将军哦，以对日本受降日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日军伫台湾的导航哈。你最讲话是命令蒋介石。因为杜鲁门是所有盟军的统帅，好，那么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元帅，
啊，蒋介石伊是中国战区的元帅，啊，所以这个命令是经过联邦嘛，一个美国盟军的总司令哈，杜鲁门说核发的哈，所以命令蒋介石，啊，你该注意看，命令蒋介石无头前也无讲中华民国蒋介石无，啥物原因？当时这个一号命令嘛是发布哦，苏联。命令在满洲国，包括北纬38度线以北、北韩、北朝鲜，爱向苏联哇，苏联这个国家，苏联军远东军的总司令来导航，哦，都伫北韩38度以北，甲满洲国下日本军，因的武器，哦，因的人员爱向苏联军远东军的总司令来导航，那么。当时发布给蒋介石，无写头前无讲明，讲北纬16度以北，印度支那，就是法属印度支那，就是北越了哈。包括台湾甲澎湖，是向蒋介石来投降。诶，哈。啊，这个什么原因无挂中华民国名？就是因为迄个时阵，什么人要代表中国？因为中国迄阵有四个政府。一个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政权哈，是延安的毛泽东政权，搁伫南京的汪精卫政权，哦，搁一个满洲国政府，啊，这四个啥物人要代表中国？无多，所以只有直接用一个人的名哈。这个类似头拄张我咧讲啊，大陆有六个，你咧讲大陆是对一个？啊，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以这个征服者靠权力来分配盟军占领区。啊，比如北纬16度以南的南印度支那，就是南越。哦，伊就爱向澳洲的迄个军区的总司令来导航。哈，好，那么《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美。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就干那放弃管辖治理权了。23条 A 确认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个身份。啊，当然这个日本就包括日属台湾，因为咱迄阵是大日本帝国，吼，哦，范围内底哈。啊，头拄啊这两个就是算有法律的物件哈。尤其旧金山合约，这个是51个国家签署，48个国家通过，国会通过哈。而且对日合约的拟定，啊，佮含51个同盟国来协商，这是杜勒斯所主导佮分配。总之，杜勒斯是美国总统聘任的这个协商的大使哈。不呀，杜勒斯做个美国的国务卿。OK。好，那么美国台湾关系法第1979年4月7日确定立，但是追溯到1979年1月7日，因为1月7日迄天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哦，啊，这个断交，哦，等于就当时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来到这，等他等着哩，所以你要赶紧，因为参众议员赶紧高票通过，第4月7日确通过台湾关系法，啊，去追溯到1月1日，等于赶紧把这个空窗期接起来，哈。这是美国的国内法，哈，因为美国因参众议院伫美国国内因家己拟定、家己通过，拢无含咱台湾人参详，哈。啊，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依靠权力，毛靠这个义务来订立。咱拢毋捌听过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哈。那么1982年，雷根总统有对台湾有6项保证，哦，这当时就是。要跟中共，美国要跟阿强啊签87公报，啊，迄阵台湾风声鹤唳，拢咧风声讲台湾要予美国出卖，予阿强去啊，吼，所以迄阵的台湾人，包括中国人、好家人，拢咧办移民，拢咧甲不动产卖卖咧，准备要逃跑，哦，所以信心会使讲足低落的，蒋经国嘛真惊。足惊讲，这拄啊像类似1949年
国共内战的尾啊，美国发布对华白皮书，哈，这是压倒国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哈，迄个一个发布嘞，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哦，走路走了有够紧，走到离裤卡，走到来台湾，哦，和因迄阵家己因的中央日报，哈，因的党报，哦，拢家己曝光。因拢咧耍，老实讲，因做个耍文字游戏，战败咧撤退，伊嘛讲转进咧。哦，伊撤退唔爱，伊讲撤退就输嘛。咱啊伊嘛听到讲撤退就是输的意思啊。但是伊甲你讲，我军转进，转个方向前进，哈、哦，撤退唔讲啊，伊讲转进啊，听个，个情况不怕输嘛。我军转进个神速，我加一句神速哦，一日千里。我咧走紧无，真正走到离裤卡吼。你注意下听，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哦，听起来有够厉害吼，刚作呕的吼，拍出嘛讲到敢那作神勇的呢。啊，台语敢那四字就会当甲讲啊，吼，或者拍输走赢。台语啊，敢那四句话，四字就甲头拄仔我讲迄个情景就解说甲从情景出的，拍输走赢，吼、哦，会使讲伊，伊讲因35胜吼，输了了就对啊，三十五个百货公司拢输了了，啊，走来台湾别人的国家的领土顶管，所以都叫做流亡政府，离开伊的国家的国土，走去别人的国家。政府叫做流亡政府，哈、哦，就像法国当时迄个希特勒甲占领德国，伊个戴高乐将军带伊一挂因个军公教人员流亡走去伫伦敦，哈、哦，法国流亡在伦敦，哈、哦，啊，迄个 Chinese Taipei 就是中国人的政府流亡在台北，哈、哦，你若去流亡去别人个国家。你敢那会当用迄个都市，你袂使用 Chinese Taiwan 袂使，一定是用迄个所在一个都市，或者所以有只 Chinese Taipei。法国流亡在伦敦，你袂使讲法国流亡在英国袂使，哈。好，啊，咱来看伊这个六项保证，哈，就是蒋经国要求伊个外交人员去跟美国协商，讲啊，无你嘛爱发布一挂。安达台湾的民心的这个声明，所以雷根配合蒋经国，吼来发布对台六项保证。啊，咱来看讲，第一，伊就讲美国无意思要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哈。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商。啊，你注意甲看，这拢有一个对台，这个所在咧讲的对台。是因台湾关系法来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 哈，好来。第三，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这对台湾啊，台湾治理当局哈。第四，美国未修改台湾的管理法，哈。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讲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哈，因为台湾的主权还阁是日本天皇的手里，美国知影，所以伊袂同意讲，袂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哈。OK， 阿里加兄。是安那美国就爱，伊就爱替台湾人来做保证，这绝对是咱跟美国有相当的密切的关系。好，我开始讲一个讲男女关系哈，一定两个交往甲相当密切的关系啊，论及婚嫁，啊，查甫的男要甲查某的求婚，一定爱甲保证啊，你若嫁我吼，我保证给你生活幸福快乐。啊！我每一个月各一点5万块，给你买衫裤。
啊，保证五万，每一个月过五万块，你买化妆品，一直甲保证，保证甲伊答应讲要嫁，吼、哦。那无发展甲有一个相当的关系，咱也跟美国无关的，美国是安怎，吼、哦？爱保证遮济项，哦，你看咱唔捌听其他国家对咱台湾有啥物保证承诺，对不对？绝对就是咱跟伊就是。君主占领甲被占领的关系嘛，啊，伊嘛爱讲，互咱台湾，互伊占领这地区的人民生活，吼，得安定富裕嘛，卖有动乱嘛，卖会讲啊，伫你美国君主占领的所在，大家拢要绕跑，安尼对美国来讲嘛，足无民主的。是安怎伫美国你民主先进的国家，你的占领地，大家拢要绕跑？一定是你违反人权啊，唔卡台湾人拢要离开台湾哈，因为你要离开家己出生、成长的所在，这是足痛苦的一件代志嘛，哈。好，过来，咱来看新的新竹乐山雷达基地，先来挂美国国旗。好，这个雷达基地是上新型的哈，叫做普鲁扎雷达系统，伊个。征收半径是差不多3000公里，会当征收到中国的内蒙古，包括北韩，吼，因咧发射大浦东飞弹的气下，拢总会当征收到，会当提高台湾的飞弹防护系统提早5分钟至6分钟的预警的提早时间，吼。啊，这个当时伫阿扁的任内，迄阵编好300亿的预算。啊，这预算嘛是拢咱台湾人所纳的税金，但是2008年，马英九选到刘鹏总统了，美国税追加，甲要100亿的预算，讲爱加密设施，原来是怎讲？就靠马英九这吼通牌的吼，啊，有可能有一挂会有骇客啊入侵啊啥吼，啊是机密泄露，结果伊这样来征收到的资讯哈。伊是链接去到美军太平洋总司令的首领，伫夏威夷的总部哦，吼，所以台湾人开到要失败，结果顶关是挂美国旗，内底是美军的操作，吼，但是美军拢穿便服。啊，那么中华民国的兵啊，干来顶外靠外围，内底拢因海军陆战队家己咧守，操作轮呢是美军。外围警戒区域开始，中华民国的部队在守哈，啊，所以你看吼，台湾人开钱，美国人咧使用，搁寄挂美国旗，啊，这若毋是迄个美国军事占呢？啊，无你美国你往哪去中国，还是去北韩？你往哪个设一个雷达站？啊，叫因北韩，啊，叫阿强啊出钱，啊，资料拢你咧，拢咧收，你咧看，看袂无？时间的关系，我尽量讲较紧。好，美国贺电的意义，哈，你若当选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拢爱接到美国白宫的贺电，哈，这都要跟他当时的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和蒋介石同款一脉相承落来。咱来看2004年，阿扁第二届连任，哈，319发生枪击案，阿扁也打电话给连宋。啊！发生这个这重大事件，是不是咱来停止选举？连总迄阵想讲，阮这两个，阮两个夹起来，阮胜利60%，赢你赢舔舔，明仔算了，我着要做中华民国总统啊！继续算无要紧，没有问题。哦，算了，我输20000几票，换算了都要连总都要输0.228，我一个跟228事件敢有关系吼？228的英灵有咧运作的款。啊，那样就做唔完啊！输迄一输输啦，20000几票，佮2000年迄个是输差不多30万票尔。吼、哦，即个输20000几票，吼、哦、做唔完，所以霸占凯达格兰大道有无？总统府头前遐霸占几礼拜，啊嘛去占领迄个中选会，啊几礼拜迄个贺电拢无来。过去若算着，差不多迄个暗开票了，上班隔工贺电就到啊。结果几礼拜拢无来，阿扁啊，迄阵跟
AIT 的这个下心，这查某迄个吼交情袂歹，打电话问讲啊，是安那好电拢无够，下心用他打电话去美国问，白宫问，白宫甲回答讲，只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那甲当选证书这个公告打起来，半点钟内好电就到。好，啊，即马这个消息。国民党嘛得到，所以等于两边蓝绿拢为中选会，无爱和黄石成去打迄个广告。但是 QQ 人那中间随打起的徐勇贴了，吼玻璃啊真真破，结果连拍的迄个卡梅拉啪啪啪起来，把这个广告传真登给美国，半点钟来贺电就到啊，贺电就来到，那也知影讲美国已经承认阿扁也是后一任的总统啊，头家已经拢承认啊。当选的这个派证书也来啊，好，所以那也知影讲大势已去，阁乱不好啊。头家已经认定，起码新的总经理，后一任的新的总经理嘛是叫做陈水扁，好，好，啊，今仔时间的关系，我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心，这节我无要休困，要继续上课。